SCAR 的实战属性究竟如何。今天就来做 SCAR 的最硬核测试，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。一、伤害。 SCAR 的基础伤害为40点，打一级甲需要4枪，二级甲需要5枪，三级甲需要6枪。二、射速，经过一针针慢放，四舍五入取小数点后两位，40发子弹打完共耗时 3.87 秒，射速为40除以 3.87 等于 10.34 发。三、秒伤，秒伤为40乘以 10.34 等于 413.6。 四、换弹时间，不装弹匣时普通换弹为 2.3 秒，战术换弹为2秒，装了快过弹匣后普通换弹为 1.6 秒，战术换弹为 1.4 秒。五、子弹初速，我们找寻300米的靶子，计算从打出子弹到命中靶子的耗时，经过慢放，子弹打中300米的目标一共耗时 0.37 秒，子弹初速为300除以 0.37 等于 810.81 米每秒。六、弹容量和配件。 SCAR 初始弹容量30发，扩容后为40发，能装除了枪托外的5个配件。 OK， 接下来填入数据库，发现了没？ M416 和 SCAR 的伤害、射速、秒伤、换弹时间、子弹初速、弹容量都一模一样，只是配件 SCAR 少一个，真的令人意外啊。小伙伴们，你们喜欢用 SCAR 吗？我们下期见。